对啊，青木先生，有一件代志，想要当面跟你讲好清楚，啊，唔知啊，你等一下敢有闲？啊，好啊，我随时有闲。啊，你看你要约几点，我拢会到。那呢，我等一下再传时间跟地点给你。好，我等你啊。兰姐，兰姐，你敢袂当参像以前同款安尼关心我？以前我无论伫个倒位，你目睭内只有我。要毋过你即摆，你连看我拢无想要看我是毋？人我无时间，原本就不应该有任何秘密啦。毋过真正想袂到，这28年来，你竟然秘密温饱。我无，你相信我，我所做一切拢是为着要让你快乐。那是你想要得到快乐，不是我的。既然你硬要变作我无识识啦，那呢，我只好照我的方式去做。杨姐，啉水啦！我看你这么无闲，拢袂叫啉水啊！恁这雄雄爱我啉水啊？我只是关心你尔，你想到要想到我要害你啊！杨姐，你是我的红婿呢，我哪感觉我拢无熟悉你啊？若无我啉下，你看安尼用啊无？免啦免啦，歹势啦！最近我头壳内面哦，现在太侪讯息啊！你对我好，我哪可能怀疑啦？小姐，不要紧啦。我公司有代志要处理，我先来报应啦。干嘛我对你去？唔免啦，暗顿我宝贝等我家，免等我，我先来。我头脑在讲。那再看了，杨姐，你想要睏就好好睏一下，莫安尼四处爬爬走，让我找无你。你着好好睏，等你睏醒的时阵，我杨姐就会回来。你要治疗病人伫遮，伊就是阮师父当年催眠治疗的人吗？是啊，是恁师父当年替我甲阮翁的记忆消毒的。杨哥最近伊阁想起过去的代志，所以我特别邀请你为日本过来，就是爱你替阮翁甲无应该有的记忆重新阁消毒，让伊永远拢想袂起来。我是有看过阮师父当年留下的记录啊。也毋过，要甲一个人记忆消除，安尼是足残忍的代志呢。你确定要安尼做吗？只有安尼做，我才会当，唔对，我才会当幸福快乐。我要我王翁重新倒来我的身躯边。好了，我给你帮忙处理一下。请问杨姐，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请问杨姐，谭金辉，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
刚刚杨姐真正想起来，伊就是陈正辉啊。陈正辉，即马请你把你的目睭掰开，看到你面头前的这个装扮，真足看到这个装扮。即马你听我讲，陈正辉是你过去的恶梦，你就要把陈正辉所有的一切，给伊放袂记哩。一起买的人是青木奈美，伊叫做青木洋介。我不是青木洋介，我是陈正辉。原来28年前，你确实知影我就是陈正辉，你阁叫人甲我催眠，我拢想起来了。娘姐，不是安尼，是你怀疑你家己是陈正辉，你一想到你就头壳痛，我是咧治疗你的头痛。你头痛，为啥要甲我下药啊？伊唔讲你讲。你不是说你看过28年前的记录？那你师父把我删掉，我才记得。我爱你，把我原本的记得都用完。杨姐，你放手，你想要知影啥？我跟你讲，我，你紧走。好啊，奶奶，你讲，为什么要找人把我催眠？28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是想起偌济啊？我想起来，你找人甲我催眠。我想起来，阮某是江碧玉，我就是真正陈正辉。你拢已经想起来，你骂我创啥？原来这几天，你还在折磨我，是想要报复我是？啊！不过我无完全的想起来，我无想起来讲当年对师傅三个兄弟到底是啥，我无想起来当年我到落去山砍了，为啥咱两个做伙？妹妹，跟我讲，你甲对师傅三个兄弟啊，你甲因到底有啥物关系？为啥你想要改变我的记忆？所以杨姐也唔知影对师傅兄弟的人是吧？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人在对杀你。当当年我去海边散步，我看到你受伤倒伫咧海边，我就随给你送病院，是我救你的。但你为啥你想要改变我的记忆？那是因为你清醒了后，你原本记忆就脆糊糊啊，你根本想袂起你家己叫什么名。后来我是摕周信强，还佮彭耀武的相片给你看，你一看了后，你就头壳痛痛到足痛苦的。我是为着要让你袂记痛苦，我唔才叫催眠师给你催眠。不过皮包内面有阮三兄弟的相片，还佮我家己玉海，我手佮有挂手指，你应该足清楚有人在等我回去。杨姐，迄个时候你根本甚物拢想袂起来啊！杨姐，迄个时候还佮少年，真侪代志我嘛都想要将你周全。要唔过，自从我把你变作青木杨介了后，我无一天无爱你。这28年，我是安怎对待你的，你上清楚。可是，你可是对我真好。啊，不过你明知我讲有某囝在等我回去，你若真正为我设想，你就应该让我回去阿玉阿婶身边。不应该去创造一个你是自己想要滴的青木杨姐。我若是无救你，江碧玉的红婿早就已经死啊！是，你是救我的命，不过并不代表讲我的人生就是你的。杨姐，我爱你，
你爱对另外一个查某来讲是残忍的。当年我所有物件拢在你的手头，啊，不过你煞叫人把这物件摕去给阿爷啊，该讲我已经死了对吧？28年前你会当讲你搁少年，你考虑无周全，啊，不过今嘛呢？为啥你要安尼做？那是我同情伊，我想要到江碧玉，到今嘛搁在等你。28年啊，伊搁思思念念在等待伊的翁婿倒伊的身躯边。我若是甲讲伊的翁婿已经死啊，无伫个世间啊，伊才会当放下去过家己的人生。我人根本就无死。你死啊！你若是无我，你早就已经死啊！是啊，若毋是你救我，有可能我早就死了。我真感谢你有救命之恩，啊！不过这28年来，我一直陪你的身躯边，做你忠实的翁婿，我嘛付出了真正感情。28年啊，就算讲我真正欠你，我该还我嘛还甲够好。妹妹，请你放手啊，让我会当回去阿玉的身躯边，让我会回去我真正的家庭，好不好？我不答应，我嘛是你的母呢，这嘛是你的家呢，你若是回去哪里我呢，我是要安怎？我哪阿玉啊嘞？伊替我生囡仔，把囡仔生拢大汉，伊无一天无咧等我，我欠伊啥太济？哪会当补偿伊啊？不过伊要偌济钱，还是要爱啥，我拢会当给伊。我只想要一个单正辉尔。阿玉一直咧等我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爱。自从我知影讲我家己就是单亲回了后，我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会当回去爱国的身躯边。甲我欠你的，我欠我家己的幸福会当找到回来。杨姐，你即马对我，根本一点点仔爱拢无啊！妹妹，这28年要消失去，你对我的温情，我嘛永远会记啊。啊，不过人的心，就敢闹一个，无可能分作两半。我拜托你，就算是我求你好无，你帮手，让我，毛你家己会当自由，安尼好。我若心放咧。我还是要离开。请你带念咱翁阿母一张，等三方合作结束了后，你才回去做你的单亲妇。妹妹，安尼一点仔意义拢无好吧？我需要时间，我已经答应你，我会帮手，也毋过莫遮尔紧。我真正真做袂着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。好啦，我答应你。你是我的，我袂让你走，我一定让你回头的。